十二，三三。跟着图案比出剪刀石头布，训练反应力。十二，一。改变游戏规则，比输了才是赢。人的惯性，剪刀石头布很简单，我们都想赢。本来要赢的，我们把它变成输的，所以呢，让长者的脑筋有些的转换。好，其实打破惯性也是一种刺激。在哪里呀？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剪刀。这是社区关怀据点客户人才培育课，大家学习新的桌游，上课的志工自己也玩得开心，更知道要如何设计课程。可是越困难，然后训练，经过训练以后，就慢慢会进步。这个就是代表这个桌游对延缓老化非常有成效。本来咱若伫厝个拢无啥咧运动个人啦，啊有个是安尼腰酸背痛啦，啊脚骨无力，啊但是老师因拢足认真，拢会甲阮教运动起来吼，加足真正平衡感嘛，拢会较好啦。来遮吼会敢若老得比较慢。有小中风啦，我本来手袂野悬，即马我倒野悬。有来运动吼，来咱这长照，即马脚会行，啊个完了有去做环保去贴纸安尼啦。社区关怀据点邀请长者走出家门，活动筋骨，打开心门，接触人群，人生下半场更快乐、更健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姜文龙台北报道。